你背了这么大个袋子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呀？一个月前，队友问我想不想再去东京玩一次，我说那当然好啊，正好这联赛新赛季也开始了。于是我们一拍即合，他还主动把行程安排等工作揽到了自己身上。我还庆幸终于卸下了做攻略的重担。可是到了核对行程的时候，他才告诉我想抽出一天去横滨看看。嗯，横滨？我们去横滨干嘛？我很难想象还是被你带来了这种地方。你都答应了，是我答应了。然后你不是本来说要带我来看球，说是带来逛街，带我来玩一圈，我觉得挺好，我就跟你来了。那谁知道你突然加三儿这种东西啊？嗯，那这个地方这个月就要拆了呀，那本来去年就要拆了，要成终身遗憾了。啊？为什么要拆这个地方？说是要搞人赌场子。哦，那好吧。反正你要不同意我都不会。哦，给大家看看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，就是这里。男人的快乐天堂。来横滨之前，我其实并没有对高达工厂有多少概念，到了之后才发现高达已然成为了横滨旅游的门面，就连 NPB 的横滨海湾之星都与高达做了大量的联动。那他买了什么？不知道他买了什么，他买了。高达工厂的门票是1650日元，门票的话最好提前在官网购入，现场买大概率会需要排队。当然你要是想省点钱在外面看也不是不行，但是我觉得来都来了，况且我就不信有多少人能抵挡近距离看一个变形机器人的诱惑。6:45马上就开始。哦，那快点呀，那快冲，快冲，冲！看这个男人快乐的步伐。从早到晚都会有变形演出，常规的演出有4种，基本上是2个小时就会完成一个循环。不过可惜的是，3月31号这里就会结束营业，所以16号开始还会有很多限定演出场次，每周的还都不一样。我也把官网上目前公布的时间表放在了评论区，有计划的小伙伴们，留给你们的时间可不多了。好，一进来就赶上了一场演出，怎么样，开心吗？嗯。然后现在要赶紧进那个店，高达基地的店。哦，其实这家店还蛮小的。嗯，所以有可能什么都 sold out。 哦，你要拿篮子吗？拿一个吧。默默的拿一个。那你拿，你逛吧，我跟着你。我倒要看看你买什么东西。哎，这个好像没有见过，见过吗？这个就是它叫什么？高达工厂限定的。哦。哦。那这前几天这个说卖完的，这个肯定要呗。肯定要。那可以，买到了个限定，买到了个限定就不亏了，不亏了。这边是应该是册子，纪念场刊，你要吗？要一个。这个65，那边有来一个吧，给你。嗯。那边是什么？这个可以来一个，有点贵，50块钱。50块钱，你想要就要呗。没了，人
家都要没了。嗯，行行行，好好，这个吧。这个就不要了。这个不要了，那不好看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贴纸。贴纸，应该行李箱贴吧。哦。然后底下那个亚克力，哇，亚克力也这么贵。嗯。亚克力都快赶得上一盒那个。一盒一盒。对嘛，日本人就喜欢亚克力啊。嗯，这个好看吧？这个衣服倒是挺厚的。这个料子会吸毛的，嗯，会疯狂吸。这个呢，这个不好看，还凑合吧。这个呢，也还凑合吧。嗯，也还凑合吧。我觉得都不如那个好看，都不如那个，都不如横滨海湾之星的那个好看。这什么？这是袋子，也是水星的魔女的。这个要将近200。杯子。没有了，你排队结账吧。我是不是表现得不错？我只买了一盒。你只买了一盒？那前两天在菜场你买了4盒，你怎么不说？那不是怕这里只有这一盒吗？哦，那确实这里确实是只有这一盒，那倒是没有错。来看看你的成果，其实这个袋子还挺帅的。对，所以要把袋子保护起来。然后你要装在这个大袋子里。对，那你把这袋子折起来好吧。好了，嗯，我们还不走吗？嗯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嗯，我们去哪儿吃饭呀？你要去高达餐厅吃饭吧？啊，那可是我们不走啊，这是。那后面还有一趴呢。你还想看后面的是吗？啊，那看了几点呀？6:20吧。大家看一下现在几点？现在是5:30。这个男人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刚才我以为看完了那段就能走了，结果是我想太多了。高达周围有好几家可以提供观景餐位的餐厅，视野最好的就是这家高达咖啡厅，主要是洋式快餐，点单也是爱人友好的自助点单，也有中文界面，价格嘛也还能接受，还有特色的高达拉花咖啡。这家餐厅在2楼，室外就餐位置正好正对着高达，就为了这个无敌视野花一杯咖啡的钱，那肯定是稳赚不亏。现在我找个地方等他出点餐出来，就是找了个外面的地方，外面有一排站座是可以，就是在餐厅吃饭可以出来看着高达的，位置还不错，你看位置还可以吧。然后现在我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，它餐厅有一些在外面的桌子，然后现在这里
针对的就是高达，但是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有人从这里过来过去，应该不会，因为之前有工作人员说了。这是我们的晚饭，汉堡薯条，这边也是一样的东西。嗯，你看汉堡这个手。哦，这是他们的手，来，跟你的手一样的。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，一会儿看到了像是夜景。这样子看这餐饭的，对，就是对来观光席，还有工作人员帮我们赶人，非常的感人。据某高达粉丝介绍，启动实验是他觉得这几个演出里最值得看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静静等待18:20的到来。其实晚上这里还挺冷的，没关系，你看到了就好了。嗯，你看他的手势，他说你永远是第一。嗯，感受如何？嗯，不虚此行。有什么想对你评论区可能会有你的伙伴们、战友们有什么想说的？大家量力而行，反正我是爽到了。这个月如果传说是真的，这个月就月底就没了。大家量力而行。然后今天高达工厂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看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，欢迎点赞和B301，我们下期再见，但下期就没有这个高达了，再见。厕所里还有这些小涂装。